就是卖了多少东西这样子。就是基本上就是店家点你，就是清你点你剩下的库存跟你跟账目上的东西对不对起来这样，这个行为叫做盘点。饭，鸡肉丢给我，我要饭。哦，饭在这边。我猜你等下要香菇在对面。哎，竟然还有香菇、哦，可恶哎！糟糕了，车子要移动了。喂，反过来了！在出差，出差在哪？阿干，出差在右边啊，老大！阿干，谁快接受我的意志？拿起来，哎，烧起来了！烧！鸡肉 ，chicken， 都在左边，都在左边，都在左边。Chicken， 色，饭，饭在哪？我这边没有啊。又烧起来了。饭在左边。我干，我为什么丢不出去啊？你富贵手啊！你才富坚啊！香菇，香菇在。射、OK, 他两个会烧，那烧、個、起来可能要灭火一下。他两个会一直交换，然后又会烧起来。灭火器在哪？灭火器现在在左边。烧一个饭锅，饭锅，饭锅在哪里？那灭火器怎么用 ？No， 按那个 X。哦 ，X。蔬菜。不过是，欸为什么？这个凤可以站人呢、欸？凤 ！Oh my god！ 香菇，哎、欸，没有人。为什么香菇会在洗手台上？没有人煎香菇。香菇在哪里啊？在这里。干干干！香菇要在哪里切啊？左，现在在左边。现在换到右边。现在换到右边。那是，哎个你啊！又要去，糟糕！香菇切，鸡肉，香菇煎，鸡肉可以出菜了。饭锅啊！那个火不管它，它自己会熄灭的样子。饭锅。看这个超难的三小，我觉得啊，我觉得他的需求分数应该很低吧，充满恶意。啊！要烧了！煮锅头啦！好了 ，Overcook。哇，306而已，我要500分呢、欸，超多、哦。哇，要500分才过哎。Hello， 其实应该没这么难，我觉得。东京最近2223而已哎、欸。可是我上礼拜去的时候超热的。穿薄外套，上礼拜蛮热的。上礼拜六日啊，上礼拜六日我在东京。但就算东京再热，湿度那么低，没有，上礼拜六日真的超热，不骗你。湿，上礼拜蛮湿的。如果你有，我就觉得你有去过，我就夏天的马祖的话，不要比那东西。重点不是温度，重点是湿度加温度，是你懂吗？你知道非洲有的地方会平日气温会高达50度吗？会烧起来。50度是正常哦，不是异常哦。烧毁。可以不要提非洲吗？我现在听到这个字我就很怕。
not Africa. Africa. Oh no! 香菇，香菇，好。欸、有一个平，有一个平底锅滑垒过来了。哎、欸，香菇给我啊，香菇。给啦，我给 W。香菇还没煎，香菇还没煎啊。香菇出来煎了。Ow！ 好像在煎啊。没有，我这种不见啊。哎呀，没盘子啊，给我盘子啊。No！你去拿dish，你不要跑过来，我刚看你直接一个四个上去干嘛、啊、？Sir， 哇，是谁呀、啊？谁点的那个超版满汉全席大餐？哇，大家辛苦做的菜肴就这样，干你好，化为乌有。哎、欸，大家，我刚刚发现一件事情，怎样？哇咋？就是，我操！现在这个样子，它会有一个那个那个什么，有一个组合，那个会被传到不见灭火器。好，灭火器不见了、欸，真的。为什么？有啊，出现了。你看，但刚刚是不见了。原来如此。那就先拿下来放地板就好了。而且我们现在剩20分呢、欸。而且你看哦，如果我把灭火器丢掉的话、哦，会重生吧？哦，重生再捡起来啊！哎、欸，20分是沙侠哦！我怎么会被扣20分啊？是刚刚出错了吧？重来了，大家要求真高，可恶！我只想过关而已啊，干！那还是一样，我们就分两个人，各分别站两边好了。饭，鸡肉给你。饭，切吧。好吧，那鸡肉丢过来，我来切。没有，我煎好，我在煎了。那个好了吗？那鸡肉煎好了。煎好了。哦，我。好，有一个是要香菇的。香菇在这里。No， 香菇掉下去，香菇又掉下去。我 ，No， 还是没过，还是305啊！哇，扣120分，怎么会这样？也大，我看大家今天的精神都不行了，累了，累了，这关太难了，失恋了。失恋到什么时候结束啊？16号，还可以抽两天。机切，鸡射，鸡丢，不对，肉丢，菇切，好，两个都准备好了。菇煎，鲜肉，菇煎。鸡不用，肉放上面输送。饭祖先，菇我要菇，菇，洗盘，啊又跑过来了，野香菇干，香菇来，烧起来喽，香菇，啊。给？为什么会有平底锅在这里？哎、欸，不对，有平底锅是在这里，没错。盘子。盘子。Oh shit！ 菇饭。饼皮，出
你为什么把香菇丢掉？哎、欸，觉得这样好像比较，这样好像比较好哎、欸，两边都可以煮饭跟煎肉。没错，我想到的，很赞吧？没有饭的，刚刚丢饭过来。饭现在是空转状态。丢给我，丢给我。Go， 肉要坏掉了。啊，要坏掉了。我要两块牛。自给自足，色。缺饭。都好。色。这没问题啊！哦，够快，好收工。哇，剩三秒 ，yes， 哦，傻子啊，过了，哦、yeah, ，太好啦，二星，超屌的。哦，没有被扣这个就，哦，还是没有，有啊，被扣了 ，yes。等一下，你有要认真玩还是只是看看？看看能不能认真玩，看看能不能认真玩，看起来还好的样子。啊、哦，又要控制中间那个摇杆呐！干，好烦哦！这种光感真的很愤哎，是发明的、啊。看起来就不要认真玩了。现在来右边。哦，条理全部在左边。我是右边，你们先下船。还要切个肉。就丢的就好了嘛，你看，丢得到啊，但是这样接不到啊，所以要两边船的两边都要有一个人在。好，我来，给你。给。然后右边的人除了切菜以外，还要出菜。好，这个我要还要洗碗。现在过来一点，过来一点。好，这个可以出了。出。是有风吗？怎么有个奇怪的阻力？是那个吧？是你的骷髅摇杆要坏了。这个可以出了。又不是小屋的。出。为什么一个有汉堡，有寿司？中西合璧。好、哦，你的那个鳄鱼，你那个放着就好了吧？鳄鱼啊！你刚刚是想叫我凯文吗？我生气哦！生什么气的？不要把海豚放这边。那海豚就下去吧。你别 get out。Easy。好像还蛮顺的嘛。现在才开始的。等一下，这边还有个盘子。哈哈哈哈哈！W 的仇。我出鱼肉寿司，汉堡先出。哎、欸，船来哦，船去。你
只是在玩吗？怎么那么诡异啊？还有鱼肉，还有鱼肉，鱼肉上角有一个。干！大哥！快出来！拿错了，桌上太多奇怪的东西了。小黄瓜，小黄瓜，小黄瓜这里有，小黄瓜这里有，要煮过头了。这个好了，对，这个好了，赶快过去吧，就出这一套就 OK 了。冲啊 ！Yes。我们赢了，巴拉巴拉，简单啦！这是中间的人控制的好，分光塔。你刚刚明明就像像喝醉酒一样，所以你头上绑的其实是领带，就对了。OK 。